林子祥一连五场的 La Musica 演唱会这天举行第一场，事隔三年再踏红馆，李克勤和霍启刚都带上太太恩爱到场。产后首次公开露面的郭晶晶看起来身形也已经回到产前状态了，太太叶倩文已表明不会上台，在控制台专心做好艺术总监的工作。这次林子祥以音乐剧形式举行，更找来儿子林德信、胡林和小肥充当演员，演出一段三角爱情故事。虽然这次不是开四面台，但精彩的安排也令演唱会绝无冷场，把经典金曲用不同手法表现出来，带给观众新鲜感。郑丹瑞也不停换装，贯穿整个音乐剧，为舞台带来不少笑点。我叫梁欢，好玩。男人对付女人，不外三招。第一招是咩？忍。第二招是咩啊？忍。第三招是咩啊？都系忍。咁到咗真系忍，冇可忍啊！真系可怜。到时候咪嚟酒吧，叫佢加啤酒，将忍无可忍，咕声吞咗佢咯。情人中，是梦中花香，难为我。林德信也为林子祥伴奏，父子二人十分有默契。在红馆看音乐剧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，香港报道。